可能是一个学渣最后的尊严。拿回我的枪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如你所想，我回来的时候已经……王先客，快来把金金册收下。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哎，还好只是弄脏，那总比丢了强。你别慌啊，我一定帮你弄脏。磷二亚硫酸钠，之前化学老师说过，它和水能产生剧烈的化合反应。正好旁边有个化学实验室，我就弄来了。那我这鞋会不会炸飞啊？鞋炸飞了事儿小，要是水管子堵了，雷主任知道肯定饶不了咱们。等几秒，两三秒吧。没反应，我去了。算了，走吧，不要了。后来的故事你都知道了，我用磷二亚硫酸钠炸了楼下男厕所。